大家好，我是玉松盆景园艺，今天李哥园中新到一批老庄腊梅，大小规格齐全，有盆栽、地栽，眼前这些全部都是盆栽的老庄腊梅，塑形还是非常漂亮，颗颗都带有玫瑰。冬天许多花都已凋谢，而腊梅却在寒风中独自开放，花黄似蜡，浓香扑鼻，是冬天观赏主要花木。腊梅非常的耐寒，室外都是可以安全的过冬，融入腊梅，感悟腊梅的品格。我赞美了这种粗度在5公分左右，高度在5-60公分。眼前这是一颗老庄的一本三干树形腊梅，玫瑰在65公分，高度在3米，冠幅也是在2米半。这一颗也是一颗老庄的腊梅哈，玫瑰在35，分枝点在1.23米，高度的话在3米左右，冠幅也是在2.5米到3米之间。这边呢是树形，也是树形腊梅，粗度在10公分左右，高度也是在2米半到3米，每一颗都带有玫瑰，树形也是非常漂亮，都是适合庭院、别墅啊种植。现在这个季节哈，刚好是赏梅花的季节，有喜欢这种老庄腊梅的朋友啊，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